院朋友晚上好。
愁，熬了多久？道别人话又别回去，说不出口，懒得回首，反正他终究还是走。开心再次来到贵阳和大家一起参加音乐节。那我记得去年的时候，同样也是这个场地，同样啊、还是这么多的人。不知道去年来过现场朋友，今年还有多少来的？我看看。哦，有很多老朋友，那同样依然还是有很多新朋友，对不对？啊。那接下来给大家继续唱歌，下面这首歌可能大家会稍微熟悉一点点，叫《思念一个荒废的名字》。
留下最后一串夜的光，因为孤单害怕夜的黑打开过往，反复的步伐抹不着也抹不去的曾经，是倒映在那水中支离破碎的脸，我屏住呼吸不愿提起，又怕忘记，像海浪带我到很远很远，在望不到便听不到爱的每一天，我都相信明天编织了一个谎言，即便每个辗转难眠的夜，诗歌变迁故事都被光阴重写，谁是你现在惦记的人，那些幸福的心动的历历往事，
街道上寻找未来的风景，在加油刹车之间一个人默默的叹息，在看得到的方向堵在路的中央交集，在得与失之间灵魂被淹没之前转个弯歇息，在想起的窗前再也看不见你描述的天际，在黑暗的房间偶尔能听见你微微的叹息，在我身上每个角落可怜的只剩下勇气，在你没离开之前只能留给你一个乐观的自己，就是可能有时候我们生活里面难免会重复的会有一些事情一直在重复，那我想这个重复呢也许我们从里面能够看到一些不一样的自己，我们一直以为可能没有变化，但其实我们已经是在不断的变化当中。今天晚上贵阳的天气真的是非常的好，非常的舒服，你们怎么样？还好哦。OK， 好，那我
还是多唱点少说点好不好？叫醉。
为我不会喝醉，陷入这无力的氛围，把自以为是的梦搅碎，吞下这座城市的卑微。我以为我在向上飞，跳起来好不好？夜能不能和你散步，跟随着音乐
最后一首歌的时间，刚才是和大家跳舞，现在想和大家一起唱歌，会唱的朋友一起来好不好？我看到那边好像有朋友已经累了。好，我也是啊，我之前也去过音乐节，我第一次去音乐节的时候，我带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单反相机，不单有2470，还有70200，结果我坚持不到2个小时我就地上睡着了。没关系，音乐节就是这么随意，你想站，你想跳，你想躺，你想哭，你想笑，无所谓。因为开不开心是你自己，对不对？那我们负责什么？我们负责和你们一起开心，还有和你们一起感动流泪。下面这首歌，请打开你们的手电筒，
手电筒这个名词好像很难，很久没听到了。对，是的，你们懂的，家家户户都有个手电筒，现在是人人手里都有一个。这首歌叫《有没有人告诉你》。
谢谢贵阳的朋友，谢谢你们，谢谢。那最后我们有个小小的请求，就是和大家一起合个影，好不好？谢谢你们。那去年我也说过，希望尽快能够来到贵阳，举办个人演唱会。那今年同样还是这个愿望，希望尽快能够来到贵阳，开个人演唱会，和你们再次相聚。谢谢。我们三二一，再会贵阳，好不好？好还是不好？来，三二一，再会。